Book two。五五国家和语言。国家和语言。约翰来自伦敦的。约翰来自伦敦的。伦敦位于大不列颠。伦敦位于大不列颠。他讲英语。 他讲英语。玛利亚来自马德里。玛利亚来自马德里。马德里位于西班牙。马德里位于西班牙。他讲西班牙语。他讲西班牙语。牙语彼得和马尔塔来自柏林。彼得和马尔塔来自柏林。 柏林位于德国。柏林位于德国。你们两个都说德语吗？你们两个都说德语吗？伦敦是一个首都。伦敦是一个首都。马德里和柏林也都是首都。马德里和柏林也都是首都。 首都都是又大又吵的。首都都是又大又吵的。法国位于欧洲。法国位于欧洲。埃及位于非洲。埃及位于非洲。日本位于亚洲。日本位于亚洲。亚洲加拿大位于北美洲。加拿大。 位于北美洲，巴拿马位于中美洲，巴拿马位于中美洲，巴西位于南美洲，巴西位于南美洲。美洲请访问 www 点 b o o k 二点 d e 获取书籍和课本。